せーの。でもそんなんじゃダメ、もうそんなんじゃほら、心は進化するよ、もっともっと。希望你们已经把电修好了，好吗？谢谢。这一家是我们在布鲁诺城最喜欢的咖啡馆，他们的咖啡是我们俩一致认为最好喝的。很多东西就是要没有了才会珍惜的，比如说电。现在家里没有办法做吃的，也没有暖气。最重要的是还做不了咖啡。下午在咖啡馆里剪完了昨天的视频，现在我跟我瑶要去朋友家吃烧烤了。他们家还有一棵圣诞树呢。所以只有男生在外面烤吗？对呀。这好了吗？这是什么肉呀？这个猪肉。猪肉。进去吧。这是买的时候就串好的还是怎么样？自己串。行。专业的问题。这土豆我刚刚还以为是年糕片呢。这个很像辣猪头，因为烧焦特别香。哎，你不是自己说一人要一个镜头吗？你不好意思起来了。我来这样。这个酱超级好吃。好做作。我已经嫌累了，每一集，今天让魏以瑶来帮我编。
该剧本设定独特，剧情逐渐推进，玩家发挥空间较大，需要开一开脑洞。现在已经是晚上12点了，刚从朋友家玩完剧本杀出来，回来后还没有买过食材呢，所以决定要逛个超市。明天打算要在家里面做奶油蘑菇、培根意面。今天已经是7天视频计划的最后一天了，哎呀，一整天了，我的脸有些油。就是我很想这7天赶紧结束，因为剪视频真的太累了。我在过去的7天里，在高速上、飞机上、沙漠里，特别特别晚的时候都在剪视频，并且我每时每刻都在想说某一个地方的网快不快，能不能保证我在我想要的时间上传视频发送出去。但是我又有一些不舍，因为作为一个记录者，我还是有的时候挺惊喜的，因为想说记录自己生活这件事情，其实比不记录要发现很多新的视角。但结束这件事情，我的开心比不舍要更多一些。我觉得很快我们就要在我的下一支 vlog 里见面了，所以我们下次再见。